速降，换上排爆服，练习快速上楼梯，回到楼顶我这里。报告，没时间要求吗？今天没有，主要看看你们的整体素质。登记在册，是你们今天在实训基地留下的第一批。这比有要求还高要求。成绩最后一名，负责清洗今天的排爆服。 捡了他！不行，我少都懂了。危急时刻，铁钉透支，浑身是汗，你甚至面对的是攻击射击。 炮火连天，但是你们的手指一定是最稳的。这是你们第一次穿排爆服，训练快速上楼。今后，你们还要训练穿排爆服过障碍、台阶、短墙、洞口、窄道、无关房间等等。你们要穿越所有的障碍，抵达炸弹面前，你们的手还得是稳的。